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参观一下厦门美食哈。我们要找点美女来拍照，这样才能火得起来。跟着大伙走哈。好，我操，我真的想吃。没事，可能好歹摆个 pose。摆什么 pose？ 咦，奥利给！你能不能把口罩拿掉啊？为什么把口罩拿掉？看不清楚啊。看清楚了，他就没有神秘感了呀。可以大家站集中一点，哎，欢迎大家，这边是厦门广电的融媒体中心。那我这边先跟大家做一下这个介绍哈，这个我们这个部门现在是工作的内容就是厦门广电的官方的新媒体平台，都是在我们这个部门在做运营的。在游轮上面，其实有很多这个网红哈，都会到这个现场去，会做一些时长很长的这样的一些网络的一个直播。别人拍的是风景，我们拍的是美女。这边是蔡领导，我们往前走。那赶紧来的，金姐要帮忙。这是我们的闽南语的主持人华坤，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是我们卫视的演播室啊。那大家请啊，来，我们来参观一下，到里面参观一下。我是厦门卫视的主持人华坤，那么接下来就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这个演播室的概况。比如说像有我们的新闻节目，两岸新闻、两岸职场，还有我所在的节目闽南话的新闻节目《新闻道理告》，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新闻一起说，还有一些儿童节目啊、人物访谈类节目，都是在我们这种棚里来完成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种棚里啊是非常多机位啊，各个不同的灯光在配合上的这个摄影机，我们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再配合上虚拟前景的技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画面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多元。那么我们厦门卫视呢，其实是大陆首家以闽南文化为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卫星频道，所以说闽南文化对我们厦门卫视来说也是一盏非常闪亮的明片啊。我们也制作了一系列这个微视频，比如说像这个屏幕上的精彩闽南、航海闽南、多多情的这个微视频。那么说到厦门呢，我们厦门还有一个非常闪亮的招牌，上方的屏幕就是提示器。这就是电视台的灯光。对，舞台展。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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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大家都这么认真的工作哈，也许怎么拍摄？两岸乡村之后，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更加了解我们闽南语背后的故事。参观完这个融媒体中心，那我们就要往下一站走，看看我们下一站能带给大家什么样的神秘感受。走。